去布吉除了巴东，近年多了很多人去布吉古镇，有大把咖啡可以吃，好像这间新开的咖啡很有法国情怀。你以为它卖法式薄饼 crepe， 实际上它是卖泰式薄饼，本身是一种包住椰丝的街头小食，又薄又脆，一搣即碎，可以配不同的咸甜馅料，最受欢迎梗是芒果糯米饭啦，还有椰子雪糕添，薄饼皮即叫即整，还有不同颜色可以选，其他特色饮品都很吸引的。哇，将整个甜筒放在味露上面，还加了大量味露粉添啊。这一间来自西班牙伊比萨的名牌 Beach Club 首次登陆亚洲， party 吸引了很多人来玩，连气氛都好像去了西班牙海边一样，来的大部分都是欧美型人，海边靓位可以看到黄昏靓景，泳池够大，水中还有个酒吧添，连食物质素都一流，西班牙火腿和泰式沙律分量够成班 friend share， 做烤 pizza 做法好正宗，价钱都好合理。近年布吉海滩赶走晒啲小贩，海边多咗好多型格嘅 bridge club， 系干净咗好多，气氛好，音乐又正，有 DJ 打碟，食嘢仲有好多选择。不过啲 bridge club 都设最低消费，泳池边嘅 day bed 同沙滩椅价钱都唔同，包一张 day bed 随时贵过你住一晚酒店噶。想抵玩啲，就揀坐餐厅位置啦。